to my blog。之前呢都是剪一些比较旧的片段呢、啊，因为这个 MCO 啊。But anyway， 今天也是看回之前的片段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像 Tomato 讲了，我之前呢很喜欢把一些旧的片段呢就收藏在我的电脑里面，不能出来做梦。然后真的很久没有看到 Tomato 啊、没有下酒后了啦。然后就突然给我看到一个影片呢，就是我跟 Tomato 一起拍的。Tomato 自己也没有在酒后真正去游玩过，我都逼他带我去吃美食。一早起来我们就去。看完那个片段，我觉得蛮好笑，所以就剪出来给你们看了啊。还有就是呢，我找到一个，我真的在无意间当中呢，就跟 Gladys 一起救了一只狗。所以话不多说，看片去。看嘞，董梅多带我们去吃早餐。他自己有没有去吃过的早餐？我就知道这个人哦，是不懂哪里有什么好吃的。他每天只会带我家附近的妈妈档。我上一次来的时候，他带我去了五次他家附近的妈妈档吃同样一餐。我很想一把攀他下去，我一把我就好了，靠背。然后嘞，今天我们就来到佐贺的哪里啊？我真的从来没有吃早餐啊，吓到玻璃来了。我觉得这边很美耶，我没有想象到原来晚上更美的。对吗？对。所以晚上很多那种很chill的，晚上是走住这边一整圈。是哦，我来到这边，我才发现哇，原来佐贺给人有很宽敞的感觉，然后可以不要这样坐嘛你。真的。然后今天呢，我带他们来吃这个海南餐，叫华美茶餐室，是不是很出名的嘞？这间你没有吃过吗？它有什么东西很好吃的，可以推荐一下？我讲一下，然后我们才可以吃。这个 vlog 不能会沉睡在他的 hard disk 里面，因为他最喜欢就是让 vlog 沉睡在他的 hard disk 里面。你看到吗？那个要从右边拧过去了，这边百年历史啊，我跟你讲。对呀、啊。开玩笑的。你有来过这边的吗？身为佐贺人。很少，你有 feel 到耻辱啊？耻辱啊？什么辱？我这里是佐贺的百年老街。你晚上来看这些地方，全部像巴沙马兰这样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好像士林夜市这样啊。可是这里是新山夜市，不过是马来夜市啊，马来夜市。这个人，我不来要做多少次哦？这种一定要打卡的地方，从来没有带过来。我真的觉得没有必要打卡的地方，你来一轮，你来一轮哦，我怕你跟我讲。他不会 enjoy 啊。哎，你闭嘴。真的，你去韩国人家里。这边呢、啊，如果带你来一轮呢、啊，你会讲怎么你带我来这样的地方？不会嘞，我觉得这种才是特色道地的感觉。哎，我们都懂，不会了、这里有点像马六甲的街那种感觉。哇，美！哇，排队排在外面哦。啊，哇，排队啊 ！OK， 我们来到这个华美，还要排队嘞。哇，真的很多人呢。到底有什么这样好吃啊？哇！多人的哦，哇哦 ，OK， 我 feel 到我有来过佐贺的感觉了，我突然每次去他家哦，早餐哦，真的，我们去吃那个亚王老板，在台湾，会啊，朵夫人讲他也是第一次来，嘿，这个懂不懂？在那个华美茶餐室，然后这间店呢也是清真，然后是有埋人在里面享用美食的，我觉得还蛮特别，我觉得来这种店吃早餐太有 feel 了。好像有一点排队了耶。哎呀，很多东西真的不是很多东西。我们是见仁见智，见人讲人话，见鬼讲鬼话，这就是我的强项哇！哇，这边可以啊，这边可以给你们看一下它的menu先啊。这个是出名的海南鸡扒，还有咸蛋，这个很吸引我啊。决定要一个生熟蛋，加一些鸡扒。Let's do it。OK， 现在你看啊，现在的桌子是这样，我用头变出来给你看。我用头变出来给你看看。哇，看到哇，你看这个蛋极美，真的，这个蛋真的很好吃哎。啊，那个盖亚 butter toast 来咬，来再装一下。我有点后悔做这个东西。我用头变出来给你看看。我觉得我会给他做高级，我不要拍了，我已经想到要讲姐姐了。
放太多黑枪进去。我最好讲，你们有看过人家吃饭的时候，但放到整个黑黑的吗？啊，刚才我叫黑酱油炒饭啊，他打到我，你自己吃什么黑酱油半生熟？哇，太够了，这咸。我试看，我试一个。啊，来哦，来哦，挑下，挑下。对啊，那啥。我用头变出来，你看看。我用头变出来，你看看。主菜来了，咸蛋的海南鸡扒，哦，很香哎。我不懂你要怎样剪，你要怎样剪？应该就是酱辣。我用头变出来，你看看。终于吃完了。先拜几啊？我觉得这间店不错，是一家不一样味道的中餐，没有给我有种古早味的感觉。所以喜欢重口味的朋友，我觉得试下就好。如果喜欢淡淡古早味的话，这边非常适合。哇，现在还是在排队。OK， 终于吃完了，然后现在回去要拍东西了。我们讲看到这个影片呢，现在哦，我们很多奶茶店已经倒了，你可以看到这些照片，全部都是我们 KL 区呢很多店都面临着的。这个在Johor的海南餐厅呢还有没有呢？希望下次去Johor还可以吃到你啦。接下来呢，我跟这只狗呢算是一个缘分吧。如果当天啊没有人救它的话，它会怎样呢？所以我们现在马上去看这个片段 ，OK？OK， 刚刚我看到一只狗，它掉下去狗血，我要去救它。上到来嘛 ，Good boy，Good boy，Hello。哎呦，Hello，Good boy 啊你。突然听到很惨的惨叫声，就有狗过去那边，然后我就跑来看一下，结果有一只狗掉下去那个沟渠那边。Are you okay? Strong. 吓到我一下，刚才真的听到一阵的喊叫声，然后喊到很够力，然后他现在一路跟着我们。他要进去，他过不到。你要进来啊！肚子饿吗？来，我给你吃糕饼。你看，有人照顾他们的，旁边也是一个。哪里？
哦，我觉得这只狗跟那只狗应该是恋人来的，就是那只狗一直进不来，然后它想要，就是它想要来见它吧。那是公的，这个是母的，所以他们应该是情侣来了，然后隔着这个栏杆不可以见面。哎，喂，好像，喂，你的老婆在这里啊。所以到底他们是不是情侣呢？分手了。哈？他们应该这样就分手了。OK 啊，我觉得今天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，就是救了一只流浪狗。Right， 然后生活还是要照常，就希望那只流浪狗不会再变狗去啦。然后它一路跟着我，一定喂它吃东西的。然后喂了它，永远就住在我家前面了。我为什么会听到呢？是因为我在外面帮着这位美女拍照啊，然后就突然听到惨叫声。我觉得狗跟狗之间有一种很神奇的沟通方式。刚刚有狗掉在那个洞穴的时候，我的拉菲一直喊一直叫，哎，因为我就在这里拍照而已。然后拉菲仿佛好像在跟我们讲说，有人掉下沟，有人需要求救，有人求救，有人求救，这样子。所以我觉得狗真的是我们人类最好的朋友。OK 啦，这一期的 vlog 就到这里啦。如果你还没有 subscribe 我的朋友，记得要 subscribe。好啦，今天的 vlog 就到这里呢。在这里呢，我想问大家，就是你喜欢看我拍 daily vlog 吗？好像阿雅这样什么都拍，还是你比较喜欢看我有 content base 的影片呢？麻烦留言在下面告诉我 ，OK？ 你们想不想看我偷拍 Gladys 24小时呢？看他一些私底下不为人知的一些动作，还是你想看我跟 Potato 拉近10分钟？因为他是连连怪，很多这种 lifestyle 的 vlog， 你们喜欢吗？留言告诉我 ，OK？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。如果你还没有 subscribe， 记得按订阅、分享，然后订阅我的 Facebook， 订阅我的 Instagram。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